分析完毕，接下来要写代码了。好，这个代码呢，首先先建一个 select 出来，在这儿右键先写一个 select， 放到这个包底下。啊，名字呢，咱就管它叫什么呀？叫商品的 select product， info select 就能写了。finish 搞定，做好了之后，注意对照着这边来看，这个是第一件商品，这是第二件商品，我只做前面的第五个商品了，后面我就不做了。大家看到光标放到这个图片上，底下的这个地方呢，呈现的是你点这个地址的时候，它将要去到的，点这个图片的时候将要去到的地址。那现在呢，我得改一改了，怎么改呢？找到咱们的商品列表 JSP 界面，然后在这里往下，再往下，这个地方大家就看到，这是我们第一排的这个商品了。这个地方呢，就不让它直接跑这些路径地址了，让它跑哪去呢？ product info 这一段最好干啥？最好别直接写啊，因为这名字有点长，把这边拷贝过来，放到这儿，然后问号 ID 等于一，我强制规定这个商品它的 ID 是一啊。这段话能看懂吗？这个圈中的，这应该可以吧？就访问这个 select 带过去一个 ID 嘛，往下这个地方呢变成二，再往下三。再往下四五，然后再来六，它就一排就六个啊，六个商品，搞定啊！我现在就写那么多啊，你传过来 ID， 我在这我得收 ID 呀，把它收起来啊，在这儿呢 request 点上 get parameter， 然后写上ID string ID 啊，这里边是获取到当前用户准备浏览的商品ID。好，那接下来得拿 cookie 了，在这里拿 cookie 啊。那这个 cookie 呢，用 request 点上 get cookie 啊，这是一个输入 ，Ctrl 1。接一下，把这个 cookie 呢，在里面要找一个东西，因为它可能有很多，又或者没有，那咱在里面要找东西了，啊，用以前的那个工具类，找以前那个工具类过来，YouTube 直接把它粘上来 ，OK。啊，那这里边就有一个工具类，你从这一组当中啊找出我想要的那个东西。啊，那在这直接用 cookies， 哎，这叫 cookie， YouTube 点上 find cookie， 把输入传进去。你找谁呢？这名字自己规定啊。我呢就写一个叫 history。好了，得到一个 cookie， 但是注意听了，这一部分返回的 cookie 一定有吗？不一定，因为第一次是没有的，对不对大家？哎，那这个时候等一下正好看到了 before， 如果 cookie 等于空，表明什么意思啊？这个地方就代表的是第一次浏览，以前是没有浏览过的啊。如果是第一次浏览，你要做什么事呢？几件事？第一件事啊，加入 cookie， 那就是响应返回 cookie， 然后还要做什么呢？你是不是要跳转到具体界面呢？是还不是啊？第一次来你就这么干了。啊，那加 cookie 呢，用 response 点上，那叫 add cookie， 在上面呢来一个叫做什么呀 ？cookie， 但是这 cookie 跟上面这对象名字已经
重了啊，你就写个 C 就好了。啊，这个写什么呢？这名字能不能写完大家？这能写 A 吗？这能不能写 A？ 不能。这个写 A 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是等一会儿你将给浏览器发一个 cookie， 它的 key 呢叫 A。 那等一会儿第二个来访问的时候，你上面是不是有这两行代码？这两行代码什么意思啊？从这个数组里边找一个 cookie， 它的 key 呢叫 history。 你这发的是 A， 你这找的是 history， 能找得到吗？找不到啊。 history。 那这个 while 写啥呀？就写 ID 就好了。 OK， 就这么简单啊。那跳转具体的界面，用 response 点上 send redirect， 然后写上现在过来的是我们的列表界面过来，你在上边处理好了之后，你得跑到详情界面。详情界面的是这个 product 点 home 这个界面。好了，那第一次浏览就做完了。那如果是第二次呢？这代表是第二次。如果是第二次过来，你要做什么事呢？第一件事，第一件事是啥？获取以前的 cookie。 为什么要拿以前的 cookie 呢？因为以前的 cookie， 以前的 cookie 啊，包含了浏览记录，你是不是得拿以前的 cookie 啊？啊，那在这呢用 response。 哎，这已经拿到了啊，上面其实已经找到了这个内了，直接用 cookie 点上来一个方法叫 get value， 这就得到我们的值了。这个值是什么呢？这个值是你第一次来的时候你这么拼了一个 history 回去，后面你得到的就是 history 对应的那个 ID 那个值了，就是得到以前的浏览记录啊。那接下来呢你要做什么事呢？第二件事情就是让现在浏览的记录，浏览的商品和以前浏览的商品形成 cookie 新的值。所以对应上呢就是这个 cookie 点上有个方法叫 set value， 给它新的值。那新的值是怎么拼起来的呢？以前你浏览的一，现在又浏览的二，后面又浏览的三。我们让目前浏览的 ID 永远保持在前面，再加上什么呢？这个再加上以前的 IDs。 哎，就这么拼了啊。那还要有一句话呢，叫 response 点上 add cookie。啊，这第二件事。那第三件事情呢也是跳转。那这个跳转跟上面是一样的，所以呢 if 里面走这行， else 里面也走这行，那怎么办？哎，这个语句块走这一行代码，这个语句块也有这行代码，怎么处理啊？放到外面来吗？好了，写完了。那现在走一走看一下哈。啊，重启一下。啊，那我为了看 cookie 啊，为了看 cookie， 我呢要抓一下了。但是呢，在 IE 下这个网页呢，它表现形式不是那么好。8080下面的 cookie demo 02下面的 index 点 html 啊。啊，它表现的不是那么好，就不用管了，点这个。手机数码过来了，是这个。啊，交接一下啊，我们现在不管这个，等一会儿呢，咱会用 Google 浏览器呢做实验。啊，注意看，我点这个商品了，点一下过来了。但是咱们过来好像没出去，是不是？这200，我这是不是写错了这个地址了？info.html， 这个是 info.html 没有啊？哪有样子？
没毛用啊，就这个吧。哎，咱们这儿是不是没过去了？现在我收到了之后，我在这儿可能没有调整过去的，这服务器还一直在这么刷这么久，这是刷什么？好，那再跑一下啊。那我先把谷歌访问一下。localhost 8080，下边的这个叫 cookie demo 02，点一下，点一下。这一片空白呀。一片空白，我们到哪里了？查看界面。Cookie 等等没空，没问题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只能调试代码了呀，来了。这里打 debug 都没法调啊，就这么调。可以在这儿呢，这些啊。这叫第二次，啊，这呢是第一次访问，好，那停掉服务器，我就怀疑是我这服务器不懂是哪个地方的问题了，把这些都全部给抹掉。大家看到就一直在这闪，啊，发布上来之后，在这边重新访问一次，手机数码，先清空这个控制台啊，点击，有吗？没响应，没响应是什么？就没到那个地址，现在是还是我们哪个地方写错了吗？回过头来，这个是 list 的 JSP 呀，然后鼠标放到这儿，大家看到是 cookie demo 2 present informed select， 就是这个呀，没响应，我证明部署成功吗？我直接叫 info 了，到这个 JSP 这里就来 list 的 JSP 这一段全部改成叫 info。 这也改，找到这个是3的也改过来，还有个2的，还有个是1的，这没问题吧？好，那写完之后，哎，我要不把这个重新关一下，这总感觉这服务器不太好。点一下，好了，那改好了，重新再发布一下。好，那口碑放到这儿来，啊，然后叫 index.html， 手机数码，啊，大家看到下面也变成放的了，点，这就过来了。哎，那刚才怎么没有过来？这应该是服务器的问题了。现在它也不闪了，刚才一直在这闪，就没有处理我的请求，但是它的界面已经变空白了。那这样吧，咱们就可以在这个 IE 这边给大家抓一下了。啊，在这儿呢可以抓一下，点这儿到手机数码这边来，啊 ，clear 叫点，注意观察，
回来的东西，回来东西呢点哪里呢？这里面发布就很多了，咱就看第一个这种地区就好了，点。大家看到现在这个地方回来这个 history 是不是等于一样啊？等于一之后我再点上边还有一个叫属于数码的，就这个。现在我们处于商品详情页了，回去来到列表页了。现在列表页我又点这个，现在点第二个商品啊，点啊，那大家看到上面再点一下，这是第二次点这个。哎，这个地方怎么返回的呀？二在井号一是不是？哎，现在相当是这个 Sublight 呢，你不管看谁，他都会把这个请求放到那个 Sublight 去。Sublight 呢，把这个东西啊给我们组拼之后，再返回给咱的浏览器。那如果现在我再点第三个产商品，啊，我再回去啊，手机数码啊，我点下面这个，一点，哎，点的，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是什么？History 421，哎，那现在你这个浏览器啊已经知道了，你前面总共看了三个商品，他们的 ID 分别是421，那等一会儿你就可以在底下这个位置，就下边那个位置可以呈现你的浏览器了，在这个地方。好了，那咱们目前这一段代码写的都没什么问题。